这五一放假了，带着俺家的几个小孩游戏场，大家跟着俺爷一块儿去逛逛。呀，恁家小人老这孝顺了。那恁俩今儿个就先坐后头吧，懂吗？嗯。看这凑一不成，现在已经可多人了，而且还有好多穿汉服的。一会儿领着他们几个也去体验一下汉服。这个人比较多，一会儿这个要账，一会儿那要那，管着我输他们几分，一人给他们100块钱，让他们想买啥买啥。给钱给小林儿，那个丢了就没了。眼科第一个成功的发出去了钱，那咱就是拿好了啊，够不够？80了，对不对？81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比我好。找的对不对？算不出来。来，葡萄味儿的，冰冰凉凉的。你怪得你啥都没买，光冲吃冲喝。我买呀。给老头选了一个汉服，一会儿让他试试。他这儿光买汉服不化妆，一会儿去那边化妆。啊？你想穿这旗袍？可以啊，你选呗，选个，看你喜欢穿的。那你先试试，看穿上好不好看啊？啊，好看，瞬间觉得像个大姑娘了。对呀，照吧。好。好。行。老头在一直多少钱？你见他俩搁一块儿600块。就这都不用别。啊。是不是说咱这女生可花钱？嗯。这你为啥不让娶他们呀？为啥不让你给他俩一个呢？那哥让恁姐他俩生的给恁俩，好不好？妈呀妈呀！我咱俩压岁钱不给你了。中，不给我了。你要吗？哎。太贵了，我一腰子从天涯地去了。一会儿我管恁吃饭，好不好？那就。好吧，好，你满意了没？满意。小女生都是俺们男生，那俩男生已经跑到楼沿了，去找找他去。走吧。好。都急了，弄的俩。哈哈哈哈哈。俺俩谁最漂亮？我问你几个问题。漂亮不漂亮？他俩。不漂亮，他不是问个问题。咦，那你想漂亮？姐姐想的不一样。俺俩谁漂亮？谁都不漂亮，我穿。哈哈。你要不化妆？你别来这，你住宾馆啊？哈哈哈你那个不是陪俺了吗？凌晨跑了一大晌，腿都跑得疼了。不过看到他们这样有打有闹，有说有笑的，有那么坏事的话，心里头可得了。今儿个吃好喝好，今儿个回家干闹钟吧啊！